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培，今天是台北国际电玩展的第四天，我们第四天的时空之门第四日限定关卡，我跟你讲，他妈超难拿 S 啊！我到目前为止最高分是40746分，还差1200多分才有办法拿 S， 要42000嘛。好啦，今天为什么难拿 S 呢？因为消除技能本身并不容易拿到高签哦，所以攻击上面会稍微不够。再来是队伍里面的关卡限定的技能又太机车了，太吃运气了、哦。第五关要六个火珠，如果都没有火珠就挫赛了。第三关西施又要秒，又要消一堆黄色的砖头，太麻烦了。王冠还不可以有蓝色砖头在竹鼠塔中，太麻烦啦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示范啦，直接示范啦。好啦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拿 S 也没有关系，拿个 A， 因为这个队伍本身是龙队嘛，大家听名字就知道血量高，攻击力高，但是呢你打得比较慢一点哦，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爆发，所以呢你能做多少 combo 就做多少 combo。 好，第一关我们做了一个，哇靠，云康在旁边因为没有秒掉就打自己的头，一个13 combo 12个千将小怪带走啦。如果带打王也是这个 combo 数，中间塔没有蓝色，我们应该也是可以 S 啦。好啦，如果没有办法 S， 大家就多多包涵啦。我们进入下一关。好，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小怪，尽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好，做集体攻击，尽量不要让小怪存活，尽量不要让小怪存活。前面每一回合都要能把小怪全部干掉，对我们来说才会比较有利，后面会比较多回合可以拿来打王，因为王冠真的太吃运气了，太吃运气了。第三关很麻烦，大家 combo 数千数绝对不能断，还在是黄色要多消一点，黄色一定要多消一点。好，我们这里呢，我看一下哦，来这里消，我把这个拉掉，然后黄色做下来，后面的黄色，后面的黄色，拜托赶快来。然后啊靠北，我签一段了。然后我又做了一组黄色，然后这地方呢再做一组黄色，拜托 combo 数给我最高。四组黄色九个 combo 六个圈，不要带不带得走，拜托带走他，可以带走了，哦，有机会拿 S， 有机会拿 S。目前为止都是每回合都秒啊，每一回合都秒。好，我们进入了这一关。我老板说，今天我如果拿 S， 他要送我礼物，你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关卡他妈的有多困难了啊、哦，到底有多困难了、啊。我们做集体攻击，好，把银色拉掉，黄色给他叠下来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把蓝色的拉下来。王冠稍微吃运气一点哦，王冠真的稍微吃运气一点。好，版面我留了三个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一关我们需要消六个火，火珠要尽量消，因为它是木风属性的，火砖头尽量消，尽量叠，可以把它拿来做攻击哦。好，我现在版面上呢只有三个火，可是我后面没有任何的火，赶快多拉一点砖头，让后面的火可以降下来。好，多拉一点，多拉一点，能拉多少是多少哦，能拉多少是多少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雷也下来，雷也下来，火再下来，火再下来。好，我又做了一个火，攻击力上面够不够，拜托一波带走我就有机会。哎，可以，我 S 了，加油，老板礼物我来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算前面每波都一波秒，王冠也很难，原因是因为王冠不可以有水砖，有水砖就会减伤，王就会减伤，所以每一回我们都要把蓝色的砖头给拉掉，把蓝色的砖头给拉掉或消掉，千万不要让它留在中间的主塔，因为留在中间主塔呢，我们的怪就会减伤，对我们来说就会很吃亏，就会很吃亏哦。好，看我现在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蓝色，赶快把蓝色消掉，我就不消了。好，版面一个版面十一康十千，打了一半的血，打了一半血，我还有三个回合可以打，尽量多消黄色，尽量多消黄色。这地方你要注意的就是随时你要停手，看到后面很多蓝色要掉下来的时候就停手，不消了就不消了。好，后面有很多蓝色，准备不消。好，不消了，我不消了。八个 combo 四个圈，我黄色消了两组。好，我还有一个回合内把它干掉，我就有 S， 应该啦，应该也许大概 maybe 啦。好，这里做叠珠。好，我们做叠砖，然后把蓝色通通消掉，黄色多消一点。随时要注意后面的砖头，随时要注意后面的砖头。像现在剩两秒，后面没有蓝色，十个 combo 九个千，拜托把它带走。Yes， Yes， 哎，好啊 ，Yes， 赶快赶快 S 给我 S 给我 S 给我 S， 拜托不要不要差一百分哦。干！
啊，分数反而低啊，圈数太低啦，只有 8.25 啊，伤害也不够高。好啦，我尽力了，我进王冠真的也已经尽力了，把抗魔术拉高，尽量停下来，不要有蓝色啦。但那真的有点吃运气，大家知道我前面每关都是一波秒啦，就今天拿 S 其实真的是有难度，所以只拿个 A 没有关系。可是呢，各位新手也不用担心啦，因为基本上龙队的血量很高，攻击力也很高，不会死，因为血量太高了。所以你要拿个 A 或拿个 A， 拿个 B， 拿个 C 都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哦。大家加油啦！我是新培，我要赶下一场活动啦，拜拜。